闻雨说，如雨得水，风闻泥。35岁至44岁混双决赛。史丽珠，前一改是第八场地。如雨得水，风闻泥。陈淑凤，决赛双将。许志成，史丽珠，前一改是第八场地。55混奖双，香港飞燕，李雨宁，曾静山，丰收，钟明志，李玉燕，请改至第11场地。香港飞燕，李雨宁，曾静山，丰收，钟明志，李玉燕，请改至第11场地。忙什么？我想我请王哥帮忙找一件纪念衫送给林之吉。竞赛组成绩报告：55岁男子甲组单打冠军吴光雄、李亚军、李宗俊。请以上选手对竞赛组拿我的领奖单。
下午3点赛程，50混讲说，香港大埔曾纪文、陈妙丽，音响比协张启煌、徐雅芬，请改至第18场地。曾纪香港大埔曾纪文、陈妙丽，音响比协张启煌、徐雅芬，请改至第18场地。决赛反正来的，就录这一场啊。对啊对啊，你是大会的录？不是，我们是球友的，帮球友录。想说要不要换边？哦，不要换边，这哪有在换边的？现在小领先了，领先2分而已。好球！不一定赢。加油！我换边会比较好打一点。这是冠军吗？对，决赛对。我冠军了。不决赛啊？不决赛还留到现在？是现在是100的吗？35到44。35到44。我看这个男的比较年轻，比男王比我还小。我比你小，对。我小王今天去打，我不打过他，去打过你的游戏，他是来打过的。我跟你对打过的，是在什么国小的时候？已经国小。对对对，我们有对过他。就有一场，我用发高的，比较特教的。他是季鸿明的徒弟，跟他学一年的球，他才学的，才学没多久。真有经验啊！瞧瞧一下。加油！哇，那朱成成正超的还没打完。接下来组成七号，这边都打完了。45岁男子甲组双打亚军，刘德殿、谢明祥。刘德殿、谢明祥。请你向选手至竞赛组领取奖单。35岁男子乙组单打亚军王仁杰，亚军江浩伟，请你向选手至竞赛组领取奖单。竞赛组成绩报告：50岁女子甲组单打冠军熊月平，亚军马玉珠，请以上选手至竞赛组领取奖单。保护一下，保护吧，好，拜拜。
男子女组单打冠军，张林森亚军，汤马斯杜，张林森汤马斯杜，请以上选手至预赛组领取奖单。
30决胜分比27。